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栋梁。3月28号约定你们一起到槟城的旧官子角出席万人微笑瑜伽活动。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，然后是一个慈善的活动。所有出席的朋友都是做善事，然后都是一起来做慈善。然后当天早上是6点钟，然后我也会出席，所以不管那天大家是那眼袋很深啊，或者是水肿啊，因为我相信可能那我的样子会比较抱歉一点，但是没关系，因为我们都是来做善事的，然后希望可以有非常壮观的场面，然后有很强大的正能量，一起微笑，一起做瑜伽，一起为这个社会出一点力。3月28号约定你。